13:26，给换张一下。你说我这账号就是也撑不了多久啊，就打个两要打个两三局排位掉了咋办？哦，之前其他账号就是这个问题，打游戏打到一半完了掉了，哎，扣了35，哎，心态有点崩。然后从那时起，如果不是因为有些观众会介号给我嘛，所以那些观众如果他们自己不是很想，就比如说升段的话，我就也基本上不会去给他们就特别去打天梯啊这一些的，啊，除非他们有需求啊，但他们其实都没需求，因为基本上这个账号借给我的这一些观众，他们都已经弃游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弃游了，哎，心疼他们两秒钟。我今天这个录了蛮久的，2个多小时，前一段，换把狙吧，换把鹰王，有了，圣光裁决，飞电，开始，现在打飞电。哦，好快！哇，你这个鼠标不行啊，你这鼠标调这么高。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ega kill. 哎，BB 枪啊，这位置要赶快跑起来。
kill. Ah. 这就很离谱啊。Double kill. Triple kill.这样怎么没打到他、啊、？Double kill, triple kill, 盲猜是因为菜。Multi kill, 十个杀敌数。Double kill, headshot.人有点少，在 upper deck 上面。Well done. 狙有点慢。电力队长怎么样？有钱的话买这个呀。有没有生死狙击？有生死狙击，但我不知道平台让不让播啊。因为之前他们发公告说，就是在测试期间，就是不能直播的。然后只有部分主播是可以直播的，就是有那个资格的主播。所以我怕我直播的到时候直播间没了。这一块的话，因为当时有看到官方写的公告，所以不太敢玩这个。就前面有个不删档，好像是不删档还公开测试吧，那一下有直播了两场，然后就没有再直播了。反正平台也没给我发警告，那我当他可以播吧，这样。我是不充值档的，所以你问我要不要买这把狙，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买，太贵了。啊、What the fuck?你现在抽到他的话 ，double kill， 啊 ，triple kill， 三，二，一 ，我要猥琐一下 ，double kill，triple kill。他出来了，哎呀，没得躲。不行，我那个躲的地方下不去了，这就没办法了。
kill. Double kill. 哎，差点打到他了。Not miss.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剩余十个杀敌数。Watch out! Fresh grenad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Double kill. Double kill. Find a hole. Double kill. This is too fast.好，结束。Ace 拿下54%。我最早不会玩的，看我的直播，搞了一套英王学具，现在普通。其实没有必要去买英王，如果你实在没钱的话，AWM 杠冰雪，还是挺不错的。当然，如果你没参加活动的话 ，AWM 逆战版也是不错的，都可以考虑一下。Take that consideration。You know, you don't need to buy a lot of expensive weapon because there's no need. You can just eliminate your enemies by using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AWM or the Assault Fire version. This must be pretty easy for you. Trust me. Okay. 普通版的 AWM.我很久没有打普通版了，我觉得普通版的 AWM 有一些，不习惯吧。哎呀，接枪慢了。Double kill。啊，其实切枪。这局可能不太好。Double kill. Double kill. 哎呦我操！希望不是很疼。Double kill. Double kill. Multi kill.其实有些点比较无奈，你也打不到他。Double kill. 就。Double kill. 啊，这把贝神打了好多呀，大概率是网络问题导致的。这个 AWM 的话，你跟别人拼枪不好拼。Double kill. Triple kill. Fire in the hole. Multi kill.
啊，真的，他们出来的这个位置的话，很容易走到背身，然后又刚好是时间的一个节点上，切枪节点上。哎，我操！延迟问题，这个位置居然会打到爆头。三、二、一。Double kill。剩余十个杀敌数。Double kill。人头差的比较多。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行了。哎我操！这买枪什么的，我个人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是，看你要花多少钱弄了。我觉得如果你想苦练技术的话，普通狙其实也可以的。我其实打了很长时间的 AWM， 后面发现我居然有把 AWM 杠 S， 然后它的性能居然是和AWM 杠冰雪，然后它的性能居然跟 AWM 杠 S 是一样的。我说哦，太好了，太棒了。这个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就是非常 nice 的一把枪，对吧？你可以把它留下来。难度啊，这个抢的太严重了，主要是。我操，打不中啊！这就离谱了，几局打不中，必须要开镜才行。这位置其实还蛮危险的，躲那儿还好，出了就出了，危险性就很高了。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ega kill. Headshot！ 哎，这个狙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一把的话，确实会提高点战绩。你这个点变成 AWM 了，那打起来难度确实有点大。英王性价比比较高，但你要配全套，也不用配全套吧，就手枪，然后狙配上的话，基本上1500要了。哎，我之前差不多抽了1500吧，这样的。换把炮会更好一点，因为这把拼枪场景有点多。两滴血，哎，王。那边有人。Headshot! Double kill!
最后一个。好，结束，报仇了。Well done。还行。哎，没打到，算了。呵呵呵，自己送过来，有点难啊，这个。尤其是跟别人拼枪的时候，这个狙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拼的，就基本两两了。它也不像炮那样，如果你要是能瞟到一把炮其实还好。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点券的一个武器啊，很早之前可以买到就是 M200， M107 啊，好像依然能买到，不过好像不能买实线的了。我之前有买过好多实线的啊，本来想瞟一波，结果后面就出了这个出了混沌啊，真的是把我的脸按在地上摩擦。英王贵了点，属性好。哎，我个人觉得英王的那把狙的话，其实让我不是太喜欢的，就是他的一个瞄准镜。这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就他瞄准镜的话不是太美观吧，就是那样，就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个射击精准度这种。哎，挂了，他啥意思？哎呀呀呀，妈呀，打脚了！这把狙其实不会那么经常打脚。然后对面其实这边不好攻过来的，妈耶，撞到脸了。侧撞脸，旋转角度的话甚至会超过45度，你说这怎么弄？对面也是比较辣。哎呀呀，可惜了。没人出来，机器人吧，这一局。哇，这躲多久了？好嘞，我躲那儿了。
这边估计跑过去就憨憨的跑过去了。哎呀，这边左边一突一下，46下11死。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嘿嘿嘿，哎呦呦，给这两把刀偷袭了，亏死了，亏死了！打了35分钟，换把狙吧。这个 GP 也是用不完，长风狙击时空掌控者，为什么还有 G2 这把枪？我觉得这把枪很废啊。原子力量，战役星核 ，MSR 丘比特。地狱火吧，哎，装不上，网络有点卡，现在，用这把狙啊 ，AWM 其实还好，长风其实打起来是最难受的。这定点里面长风还好，那不打定点的话就很拉。
哎 ，C 把我抢回来啊！我嫂子怎么会打不到？Predictive point error. Headshot. This 个确实是这个狙的一个问题啊。被打到那一瞬间开枪，不太行。然后包括他，就是出来给你这样扰动一下。Winner chicken dinner. Double kill.哎，我操！这其实一发打中，一发打不中，完了之后 ，AWM 修正还是比较慢的。然后它也不像那个 AWS 一样，你可能比如说一枪 miss 掉了，可能别人不一定发现你。这把枪你要是 miss 的话，就大概率两两了。然后另外也不要在别人跟你拼枪的时候你开枪，包准打不中。哎，飞电是不是打过了？飞电之前打过了，然后射手刚才打过了，小丑还没有打过，打小丑吧。来来来，监狱啊。其实有些大炮像 M95 这个系列的话，它子弹比较多。首先拿这把子弹比较少，飞电它子弹16发，满弹挺好的。First blood.
Multi-kill! Mega kill! 妈的，这是哪一块的？就这么喜欢卡点吗？没有了。哎，最后你没打到吗？可以买点字。Headshot！ 吓我一跳。Double kill！ 是不是把我删了？啊？我？对啊。我靠！怎么弄的？打到他了。穿不上去。剩余十个杀敌数。Double kill。Double kill。哎哎，我他妈怎么跳上去了？
啊，结束了。Nice work。舞动能量。Very nice。这个重狙的话打起来就挺好啊，非常好。我觉得重狙用起来的话，就是炮用起来比这个 AWM 来的确实好了很多。哇，我今天右手好疼啊！不能经常直播。我有一次连续播了三天吧，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右手就是小拇指的话，因为我小拇指要卡着鼠标，右手小拇指那边的话就已经是把鼠标刻了深深的一道下去了，完了小拇指特痛，然后食指也特痛。然后第二天起来，然后就感觉就是食指关节，哎呀，超级疼。然后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吧？因为，好快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Double kill.Double kill. Grenade. 都是垃圾。Grenade! Double kill! Grenade! 怎么跳过？Multi kill, mega kill, ultra kill, killing spree. Double kill.我操！进来。Grenade!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ega kill! 妈的，这个狙打我就一枪，从来不空枪。Ultra kill! 鬼知道他妈一直遇到的。Grenade! 这个是怪啊！回去的。哪个？人多一点，让他放炮。Monster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mega kill. 遇到号吧，一战士。自己没号，纯逼没号。白挂打。Grenade! Double kill! 剩余十个杀敌数。Grenade! Double kill! 你是个臭宝宝。给他发现了。Smoke grenade out！ 我号不会是租的吧？
我也也喜欢你们。嘿嘿嘿，哇，这个这瞄的好准啊！奇怪，怎么打不中啊？好玩吗，兄弟？还玩了。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还行。Headshot. Double kill.